First of all, 首先 ，Greetings to everyone. 大家好。And also like to wish. 亦都好希望。Happy New Year. 各大家新年快乐！大家都嚟到呢一度。When this teaching was requested, 当这个教学被我有人祈请这个教学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想着是讲内观的。还有什么讲呢？就想内观。有什么是每一次都不断地教导的呢？这件事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最特殊的。Technique. 方法。Unique to Buddhism, I mean. 佛法里面非常之特殊的方法。I guess part of me also wants to do this because 我想我其中一个想做这个教法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正念的修持讲法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出现。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是有这个关注，有一个担忧虑，我有些担心内观的精华有可能被失去。In trying to make it accessible, sometimes 我想令到它更加多人知道，有时候亦都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倒了太多水，灌了太多水下去，令到它没了原本的精华。Then I added the sadhana. 所以我都有修编辑过这个。所以我叫这个做一个修持的方法，因为如果我们是讲 sadhana 这个字，这个仪轨其实是一种都算是金刚成物成的方法。sadhana 这个字，我们是在佛教的物成，而且在印度教的物成都有用这个字的。我希望我揀了这个这样的题目，是因为if you like backbone or the blood or the 个血精华同埋骨干。或者元素，这个修持方法的元素就是内观，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做仪轨的时候，做了很多，例如好像做一些仪式，或者做一些offering flowers, incense, 有些很世俗的，例如我们供花、供香，又或者我们想着坐在一个死尸上面，然后去观想，日日夜夜去观想，而这个仪轨就会变成，可能可以变成好像是一个仪式那样。有时候因为是这样，反而那个仪轨的本质，那个精华，尤其是在佛教里面那一个内观的精华是失去了。所以我有少少用这个字仪轨，都是有少少用来好像戏弄，即是
笑一笑我哋大家，我哋觉得内观同埋呢一个成就嘅方法，呢、这个仪轨咧系需要相辅相成一齐做嘅。我哋迟啲可以继续讲呢一件事，但系一开始我哋不如讲一讲内观。Vipassana is really, really vast. It's infinite. 內觀是一個非常之廣大、非常之廣大的題目。當然啦，而家 coming down to this Buddhist practice of sitting straight. 而家咧都差唔多係被歸結為好似佛教佛法裡面我哋坐直咁樣樣去修持。我哋需要去你可以维持正念注意我哋身边嘅环境，我哋嘅呼吸，可能有更加高级嘅修持方法。所以对于好多人嚟讲，有啲人觉得正念，有啲人觉得内观系一个坐喺度禅修。嘅系統，而咁樣樣做咧，寧波車係覺得係完全失去咗成個，被剝奪咗成一個內觀嘅精華。所以我哋今次希望可以開我哋嘅眼睛，可以理解到內觀嗰一個大嘅廣大嘅方法。As the word vipassana indicates。內觀呢一個字咧，係被指為呢一個字咧係，係似係睇一啲或者有一啲，你有一啲洞察力或者有一啲見解嘅，或者我可以用一個比較世俗性嘅方法去解釋啦。呢樣嘢就係。佛教徒咧係咁樣諗嘅，會咁樣諗嘅。喺我哋每一日生活裡面，如果我哋喺日常生活裡面，我哋通常成日都會有一兩個，我哋有比較有一個狹隘嘅觀點，我哋好少係有一個全面嘅俯瞰嘅觀點嘅。喺呢一個角度裡面。我哋会成日都会有一啲比较侧面嘅、片面嘅偏见，有好多嘅误解。你冇全面嘅睇法。如果我哋咧系需要全面咁样去理解内观嘅话，我哋系需要将佢理解为一种方法。去令到我哋去全面咁样理解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存，但而系一个非常之全面嘅方法去理解。而且内观呢一个呢一样嘢咧，系同直接嘅经验系有关系嘅。通常我哋喺日常生活入边，而我系讲紧生活上面嘅每一种。每一件事，每一个方面，例如我哋喺生活上面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我自己，我自己。当我哋同自己互动嘅时候，好似我自己一个，或者边个都好啦，我哋系，我哋做互动嘅时候咧，系会用唔同嘅。不同的理由 理性有可能是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当然有时候当然都会用一些经验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通过这些这样的理由这些这样的逻辑在用语言或者用文化我哋从来都其实都唔系真系直接咁样经验紧自己。例如好似我系一个人。
呢一个咁嘅性别，男人、男士，呢一个我系一个男士嘅决定。我点解话自己系一位男士咧？系因为有好多种嘅理由嘅，例如，例如大家都系咁讲，其他人都觉得我系一位男士。我爸爸妈妈是将我培育为一位男士，而且生理上我都是一位男士。这个其实从来都没有一个直接的经验。如果你想翻译，用第二个方法翻译内观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将它讲为一个经验，直接经验生活的方法。Vipassana, how to view 我们怎么样去看生活、生命 to view things with 所有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用一个全面的角度去看所有东西，而不是片面的，又或者怎么去看待生活，直接这样看待，不用任何其他的参考。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认识什么叫做内观，而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件事作为一个基础。内观不是只是在观察自己的呼吸进出，内观呢是做很多东西的，更宏大过科学，是一个直接经验。Now, with that in mind, 我们用这种方法去想。Since part of our conversation is about,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教学其中一个需要讲的就是一个仪轨，一种成就法。其实它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的技术，或者是一个有一个技术。通常我们的仪轨，我们念的仪轨是通常有一个最终想达到的目的的，它是有一个比较有经验、有体系的方法呢，去达到我们某一个目的。在内观的语境里面呢，我们那个目标呢，就是有一个直接的经验、全面的经验。就算我，例如好像我望这一朵花，在我前面的这一朵花，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直接的经验呢？我们是不是对这个花有直接的经验呢？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朵是一朵花呢？我可能在文化上面有人教过我这个是一朵花，其实我都不知道，根本连这朵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它是粉红色的花等等。我其实是没有一个直接的经验的，已经是有偏见。我那个想法，我那个看法，对这朵花来说已经是 我这个看法是经历过很多的过滤筛选，有很多的干扰。所以如果我们看内观，用这种方法去看，定义去看内观的话，那究竟我们说修持内观作为一种修持，作为一种仪轨，叫做什么意思呢？我们究竟是说过什么呢？这件事其实可以指很多不同的事情，也都有可能是说我们讨论内观，我们现在
討論內，我哋而家彼此之間討論內觀，講緊一個真實嘅全面嘅角度觀點。我哋喺度問緊，我哋係咪淨係片面咁樣睇緊一啲事情咧？我哋係唔係係一啲比較扭曲嘅，或者係一個已經有偏係有條件地咁樣睇咧？呢一種咁樣嘅。一种咁样嘅分析，我哋可能已经可以讲，我哋系做紧一啲已经向紧内观修持噶啦迈进。尤其是好多内观嘅学者都有咁样讲，有咁样教导过。我净系希望可以讲，而家好多人讲紧我哋学习，我哋练紧内观嘅时候，好多人都系讲紧我哋。坐直啦，觀察自己呼吸或者感覺自己身體上面嘅狀況。呢樣嘢我唔係話呢樣嘢唔啱，佢都係啱嘅，亦都非常之係呢一啲嘢嘅。但係亦都係更加多於呢一啲嘢。實際上，如果我哋係渴望去見到實相，渴望去見到生命嘅全相，亦都係。You could almost say it's the beginning of practice. 我哋亦都差唔多可以话系我哋作为内观修持嘅开始。嗱，边一个系唔想有呢个全面嘅见解嘅咧？个个都想噶啦。aspect of us human being. 呢个咧可能都系我哋有少少精神分裂嘅。我哋有一部分咧就好想有一个全面嘅见解，但系亦都有方面咧，我哋系希望控制所有嘢，例如，尤其是希望控制我哋自己嘅身边嘅周围。有一部分嘅我哋系唔想被排除喺外面啦。被排擠啦，亦都有一部分嘅我哋希望有一個直接嘅經驗。由小朋友開始做到大人，我哋都有呢一種咁樣嘅。其實我哋大部分嘅不安全感，我哋大部分嘅焦慮都係由呢一種唔知我哋有冇。全面的見解呢？我們對生命有沒有全面的見解？我們有沒有對自己有沒有全面的見解？我們對這對花有沒有全面的見解？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對我們對我們自己那個想法究竟有沒有一個全面的見解呢？這個其實是最高的最高級別的想法，這件事應該是我們應該覺得這件事呢是當作是對這個內觀修持的一種道路的尋求。內觀呢其實是有很多挑戰的，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在這裡，而那個挑戰呢就是 Vipassana， Seeing the truth， Seeing the real deal。 我們呢是想看實相，看真的那樣東西，想希望看到事物好像他們原的本質，而這個挑戰就是我們平時的習慣，平時的習性，就是很容易去非常之覺得，感覺得非常之好，我們好，我們其實不去看到個真相，對這件事其實是感覺是非常之好的，我們其實覺得很自在，我們不想看得太深入。而內觀呢其實呢就好像是一個一路向下面畫的機器這樣，你一路畫下畫下畫下畫到你就會看到全面，有個全面的見解。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已经习惯了，我们是不想去看整件事的全面的见解。其实我们非常之担心恐惧，我们比较希望是看片面的东西。其实这件事的做法一直都是这样。你看我们人类的社会，看我们的教育制度，看我们的在我们政治制度、食物、我们的饮食，我们都是，其实一直都是基于部分的见解，不全面的见解。而这个部分的见解呢，是feeling comfortable，是由我们自己，因为什么都觉得很舒适，基于这样，我们是对基于一个部分的见解非常之舒适，而这个呢是一个 the partial, you know, living life, looking at a partial truth.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只是以一个比较片面的见解来生活的话，其实是不会得到任何的回报的。但是因为你这样去做，咁去睇嘅话咧，永远都系会有一啲嘅失望啦，或者有某一啲焦虑。然后我哋就努力咁样希望去睇个实相。但系我哋以前一路老嗰啲垃圾惯，老习惯。哦，我哋想有啲嘢咧系去伪装，我哋去翻我哋嘅舒适圈。这一个习惯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是内观最大的挑战。它会做什么呢？就是会。这个这样的舒适圈令到你不想。这个这样的舒适圈令到你那个头脑是非常之实的，非常之死板，令到你的心呢是不够柔软。令到你的心呢其实是有点失控的。所以当我们讲内观的时候呢，所有的大师，各个传承的大师都有讲止。就即是令到我们的心可以可塑，可以锻炼，可以同这个不断入回去这个舒适圈这一样东西去战斗。为了这样呢，我们是去用这个止的修持。这件事呢，就可能是很多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是做这件事，而他们就觉得，哦，这件事可能是内观，哦，这个有可能是这样。我都不可以去不鼓励人家这样做的，在某程度，有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都挺重要去知道呢，这个止呢是令到你的心呢，是可以用到你的心，可以塑造你的心，令到你可以控制自己，令到你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去掉入这个舒适圈。所以如果你是渴求见到真相实相的话，如果你想见到全面的见解的话，如果你渴望有这个直接的经验的话，你是要坚定不移，不会去改变，不会去被破坏，不会被摧毁的话，这个止和观就是会是会互为补充的。OK， 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通盘的一个
sadhana。一个概括咁样讲啦，呢一个内观作为一种成就嘅方法，或者作为一个仪轨。我谂今日有好多人喺度，全世界各地嘅人喺呢一个教学里面，亦都可能系第一次，或者有可能系对呢一个佛教。的道路是新的，尤其是內觀，所以我現在會講一講內觀，同埋我會嘗試用少啲比較傳統嘅名詞。我會希望，我會盡量咧將呢樣嘢同我哋每一日嘅每我哋日常生活連接。無論你係唔係僧眾，因為你係一個家庭主婦，或者你係小朋友、少年人。點解或者點樣？點解內觀同埋止係對你相關？ You as a human being, 點解對你作為一個人係相關嘅咧？同埋你點樣去？點樣呢一樣嘢點樣去令到你同世界？ Okay.怎么样这个止观怎么样跟世界相识？So what do we have in so-called life?我哋喺呢个生命入边，其实有啲乜嘢嘅咧？Job， 我哋嘅工作 ，family， 家庭 ，relationship， 我哋嘅人际关系 ，security。安全感 Fun, 開心啦、long-term planning, 長期嘅計劃 management, 啲嘅管理managing one's own life,管理我哋嘅人生， managing, I don't know, family, 管理家庭， managing your own, I don't know, life ahead, 管理我哋人生嘅未来。I guess this is what we 我谂呢个系我哋生命有嘅嘢。And, There is not much chance for us. 好似都冇咩機會俾我哋去諗 about these things. 去諗呢啲嘢 originally,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others. 我哋一開始咧冇乜機會咧去諗呢啲嘢，係 almost 排除人哋嘅影響之下諗呢啲嘢，差唔多係冇可能。如果你係小朋友。或者你是青少年，我想有可能你阿爸阿媽喺度喺你隔離，喺度成日都嘈住你。哦，如果你冇爸爸媽媽嘅話，咁可能就係你啲朋友啦，我哋啲同輩朋友、同學。You will want to be。
你都会好想系佢哋其中一份子，你会想被接纳。唔知啊，可能希望佢受到佢哋嘅邀请，去佢哋嘅派对啦，入佢哋嗰啲组入边啦。其实都好复杂嘅，因为你都会想做特，你都想自己特别。You want to be unique. 你希望自己是特殊，但是同时间，你不希望太多人注意你。啊，这件事真的都挺复杂。因为如果太多人注意你的话，你又会觉得，你又会觉得有点窒息。但是如果你太特殊的话，那些人又，你又被人隔离了。因为人可能会觉得你有些古怪，有可能你就被疏远，你可能又会觉得是很孤独了。还有很多其他事发生着、例如社交媒体 Instagram 脸书 TikTok、什么都好，我都不知道是不太认识这些事了。但是我长大的时候呢，我其实都非常之难去合群，同自己的朋友合群。但是现在的后生仔呢，就需要同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人呢都要去合群。如果不是呢，你就觉得好不开心了。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想这件事都不会好的了。我都不想有任何的批评，不想说这件事是不好。但是我都不觉得这些事是，我都不想觉得这些事是非常之好，因为它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压力。And then the world is designed. The whole world is designed. 而且这个世界呢，好像用这个竞争来做，即是来设定这样的，哪一个赢呢？哪一个赢最大的奖呢？哪一个受到人家的肯定呢？受到人家的同意呢，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如果你对这些事全部都接受的话，那你其实就是没有内观了。内观这个字在梵文里面其实就是全面，看到全面的见解，直接去看到。如果你经过这个 TikTok、Instagram 或者时装，或者是屋企的肯定，或者是读书的成绩去看理解这个世界，那你其实就不是看这个生活，不是直接这样看这个生活，你是看你的生活呢，你是通过很多不同的扭曲了的镜头去看你的生活，而这些镜头其实根本都不是你自己的，这些镜头其实是其他人去设计。所以好像我刚才这样讲，有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独特，希望自己是独立。哦，这件事都是第二件事，独立，希望独立，逐对独立的寻求，希望是独立。有多少这种这样的想法呢是内观呢？我们想独立，但是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是它的对立面。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是令到我们对我们很有依赖性，对其他有依赖。通常我们做的事都是令到我们依赖，都是依赖人。
以前都可能需要啲時間去咁樣樣做啊，但係而家咧，一秒之內，一剎那，我哋都可以，我哋已經令到自己咧係依賴其他人啦。Basically, as many. 所以咧，基本上有好多科學家好似而家都係咁樣講，我哋嘅心念啊，其實咧係俾人俾啲黑客入侵咗，我哋俾人入侵住，俾一啲嘢入侵咗。All the basically.基本上很多公司，很多互聯網的大佬，他們都知道你寫著什麼，你看著什麼，你讀著什麼書，其實他們呢全部都是策劃完，策劃然後就發一些例如信息啊、新聞啊，啲公告啊，佢哋全部都系非常之小心咁样样咧，系策划写完之后先至发俾我，而我完全都知道呢啲嘢咧系经过精心安排先至发俾我，send 俾发俾我嘅。How should I say? This is how we lose. 而呢样嘢就系我哋点样去失去咗我哋嘅。怎樣失去了我們的洞察力、見地，然後呢，我們lose insight，沒有了我們的洞察力，我們沒有了true nature，我們沒有了個we沒有現，我們已經沒有了失去了現實的本質。我哋睇嘢系片面，对我哋生活嘅睇法系片面。But as I said earlier, 我头先有提过 enthusiasm or how much this do you have?To go out of that comfort zone. 我哋究竟咧系想，我哋有其实有几想，有几大嘅热情，或者有几大嘅勇气去想离开我哋嘅舒适圈咧，或者唔去，或者唔去担心去第二啲人点样睇，点样睇你？我哋攞几多嘅评分，或者几多嘅点赞？This is what you need to. 呢樣嘢就係我哋你需要去諗一諗嘅。Of that is 而你去思維。Called bhavana, which means 喺梵文裡面講就係叫 bhavana， 即係練習自己嘅思維。呢樣嘢其實非常之有關聯嘅。如果你係希望淨係有一個生活嘅話，你希望你是做緊一爸爸媽媽，你做緊管理層，你喺一段關係入邊，或者如果你是希望同人哋去有溝通，喺各個生命嘅環節裡面，我哋都係需要內觀。So, in the classic Buddhist, 在我哋傳統嘅佛教裏面，喺傳統佛法嘅類別裏面咧，內觀咧嘅內觀裏嘅內觀，我哋咧係講三種唔同嘅特點，尤其是係。
無常啦、苦啦，同埋無我。Impermanence， 無常。Again， this 再一次咁樣講啦。Can be applied 呢一樣嘢咧，係可以用喺。When you are going through your life， 你如果係你生活上面嘅。無論你是青少年，你是父母， yes， I don't know. As someone who， 或者你作為一個 who have business to run， 你可能是一個商人，要 look after， 要做一些工作。管理自己的家庭 ，looking at our life， 当我哋去睇我哋嘅，用一个比较大嘅角度去睇我哋嘅生活嘅时候，我哋如果我哋用无常嘅观念去睇，无常呢一个字有可能。可能指你会觉得佢系指一啲唔好嘅或者唔舒适，令到你觉得唔舒适嘅，但系唔需要系咁样样。例如，你可能会，你可能经历紧一啲好辛苦嘅嘢，但系当你经历紧呢一啲辛苦嘅，经历紧一啲嘅痛苦嘅时候，因为你。有一个习惯是只从一个片面的方法去看你的生活，一个小小的不舒不开心的时候，也都会令到你觉得很不受鼓励，很灰心，令到你没了信心，没了方向感。但其实不需要是这样，如果我们可以建立这个内观，如果我们如果我哋去从一个苦陷嘅角度睇我哋嘅生活嘅话，喺我哋人生里面有几多次，有几多次系一啲唔好嘅嘢系有发生过，但系我哋成日都好似，我哋其实每一次都事情都会好转。我哋生活里面有几多次事情系有好转过嚟？有几多次？好的消息或者好的事是发生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然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是不懂得去对一些好的事去感恩，我们只是会记住执着于一些不好的事。但是如果你去看我们的生活，从一个苦陷的角度去看，或者只是用 Anicca 这个无常的观点去看，真是的，你会令到你多了很多的信心去管理我们的人生。只是看到这个这样的实相，这个真谛，无常这个真谛，已经会令到你多了，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和鼓励勇气，令到你觉得，令到你是更加有远见，不要放弃。But of course， 但是当然啦， as I keep on repeating， these things， 我不断都有讲这些东西，你是需要习惯，你要有习惯，有惯性去用啲咁样嘅方法去谂，而呢样嘢就系呢一个修持，而呢一个方法令到你去习惯于呢一种咁样嘅呢一个真谛，呢一个咁样嘅有一种纪律，无论系顺境或者逆境，呢一种方法都会变成你自己，而你自己变作呢一种方法。当一啲唔好嘅事情、灾难发生喺你身上嘅时候，你就运用呢一个咁样嘅见地、呢一个智慧、呢一个正念、呢一个大嘅
大的看法即刻去运用，而这样东西 Bhavana 或者 mind Bhavana 或者是 is necessary 心自己的心性的训练是一个必要，是必须的。traditional approach 如果我们用一些传统的方法来讲，例如一个修持的方法，例如是坐直，或者是观自己的呼吸出入，或者那个一个去寺院参拜的修持。如果我们 去寺院参拜，拎着一些花或者一些香，With the motivation of 而有这个 the truth. 有一个动机是希望见到实相，希望可以对我们人生有通盘的理解，不好只是坚持一个执着的偏颇的见解，这样东西都是一个内观的修持。无论是一个寺院或者菩提树或者是佛塔，无论是这些什么东西，自己本身都变了一种的修持。当然在传统的佛教里面，如果你佛教徒，你就去寺院，而去这些去希望有保护，希望有好的修成，可能是有好的，可能有长寿，可能是好的商机，或者可能不用受疾病的困苦等等。但是那些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我不是不鼓励你去做这些东西，因为这个都是一个方便法门，去慢慢令到你，慢慢令到人去向更加高等的解脱的道路向前行。而这些更加 高等的解脱呢，就是我们有通盘的见解。这件事，原来我们有通盘的见解，这件事就是解脱。如果你可以有能力去看，如果你看东西是从每一个角度去看，如果你知道中头中最尾所有的方向你都看到，你都知道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这一件事的本质。你会不会继续去做这件事呢，就是你自己决定的，但是呢你不会再受它的约束或者制限，而这件事就叫做解脱。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如果你的内观是完全成熟的话，其实这个就是涅槃或者解脱。如果你可以见到佛教里面的解脱不是我们平时人地这样讲，说哦，可能要做很久，要等很久才做到的。哦，我们现在唞一唞，短暂的小休。Yeah, we will take a short break.